再经过那些离散是否一样够坚强、啊、我能想象在远方的路旁会有一双曾志豪遇上如此强大的对手紧张不已，在等待演出时更频频拿出小抄背歌词，如此关键一役，曾志豪能够站稳脚步沉着应战吗？紧张万分的曾志豪能发挥正常水准闯关成功吗？自己关起来，只留下一个阳台。每当推开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收音机打开，身边的人的失败，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我学不来，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理中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口舌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台，写着等待，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起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口舌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台，写着等待。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任何交代，你要的爱我学不来，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马上先有请小胖老师讲评。
我先说石康君啊，也许刚才桃子介绍你出来的时候特别提到你有19度的音域哦，那我并没有在这首歌里面期待到那样的一种表现，我心里头觉得有点可惜哦，可是你的声音还是好听的，有魅力的。曾志豪也选了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歌曲，主歌的部分大概有1/3哦，音准跟节拍都是不够好的，我听下来的感觉会有点头重脚轻，虎头蛇尾。了解，好，我们马上先来看看石康君的分数，我们看评审的给分，石康君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87分，哇，很高的分数了。曾志豪其实刚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有觉得自己已经是就是心跳加速、肢体僵硬、呼吸不过来吗？嗯，会有哈，嗯，有，他到现在都还在僵硬。可是其实我觉得石康君也没有不僵硬哦，他其实还是有紧张的。我有发现你的上半身是左边，下半身是右边都呈现僵硬。因为你会这样，你会你这一脚会这样用力这样蹲嘛，然后这一脚这样动，对不对？然后你这手是这样子的，它是硬的，就是它其实有斜一边这样子，但是它也是有紧张的。所以其实来到这个舞台，谁不紧张呢？现在要看分数了，更紧张。你居然手在抖，哎，你还好吧你？我们来看看曾志豪的分数，评审的给分是。80分，好，恭喜石康君胜出。哇，在这边其实 Roger 老师是不是也给这个豪哥一些建议，你觉得？我刚刚看你在石康君在唱歌的时候，你背对着观众在那边拿了纸条出来看歌词，我就想说完了完了，为就你自己的信心已经不见了。我觉得石康君他在台上他也一点都不会比你